2024年3月初二，今仔日是礼拜六吼。啊，今日整个台湾受到这个强烈冷气团的影响啊，这个各地气温隆重偏低吼。也北部所在呢啊，都是挂这个做低站雨或者是准雨啦吼。山区的部分要注意，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故日行到正月22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10度。到21度哈，这是咱天气的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这卖嘞，咱就来加进行着咱今日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啊。来，首先咱来个看一篇这个国民党籍的新德官的官长贪污啊，结果昨昏替荷兰家吼玉顺啊，然后呢？500,000块交保，咱有看到这个检察官吼对着新德官国民党籍的官长杨文科安尼个讲，讲这个人吼罪嫌啊重大。这篇咱来个听看伊安那报，国民党籍新德官官长杨文科去予人家控告涉嫌贪污啦。啊，这里呢，去由新德地检署安尼提着苏票甲苏渣，经过一天的询问了后，这里呢，三间呢半被裁定50,000块交保。杨文科啊，一直到个昨昏透早呢，嘛是阁有进出入吼官府办公室。啊，迄、那个外形吼啊，无因为讲安尼长期间的询问，安尼互人看到神神恬恬呢，同款吼保持了吼真有精神、真轻松的外表。面对着外界的关心呢，伊强调讲挣扎不公开，无愿意加讲什么话，多谢外界的关心，阿嘛唔忙司法会当公正来行于清辨。对着检察官所涉甲询问的内容，拢无做说明，嘛对各界的质疑无做回应啊。根据了解，杨文科这人呢，面对着检察官的所涉啦，驾着团犯询问，被带来到法务部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询问，因暗阁再互人带去到新德市啊，新德地检署复讯，阁再问一道。杨文科一度想要以拒绝交保来做抗议呢，后来经过律师团分析啦，甲考卷才接受50,000块的交保。借着安尼来争取机会，而且透过着司法的路线来证明家己的清白。对着这层，互人正注目的所涉甲团犯的行动，新的地检署无愿意讲出案情。卡达主任检察官发言人呐、啊、吼，周某如一昨昏透早透过短讯呐、啊，的新闻稿来做说明，来证实杨文科这个人被认定吼涉嫌贪污的罪嫌正重大啦。但是吼、哦，无家己啊，出来关的必要啦。身家吼、哦、50,000块和交保倒转去，啊嘛无说明案情含迄个涉案的人士，阁有啥物款人？地方来传出讲，杨文科去荷兰甲苏社甲询问，应该是甲丁是咱妈的红菜五里空吼啊，德北天坑案的事件有关呐、啊，怀疑是吼继续检察官伫去年指挥啊，前啊，官府公务处处长江良燕所牵涉到的这个贪污事件，搁在向上发展出嚟的另外一个新的贪污事件啦。但是检察官拢无搁在做证实。杨文科来透过伫官府的新闻处发报道两处的声明，强调咧讲咧讲伊甲官府团队啦，一切以行政啦、啊。啊，公平来处理啦，但是尊重吼，啊，并且全力来配合司法的调查，唔盲讲透过着公正严谨的司法程序来厘清着事实，来行伊的清白。啊，伊嘛唔盲讲吼司法公正，心理嘛唔盲讲国界吼，卖风声崩影啦，啊，传一寡迄有诶无诶消息啦。之另外吼，啊，比之加入职场诶贪污诶风波诶风疫啦吼，机构昨昏下晡嘛表示，讲绝对无任何恶势诶行为啦。杨文科昨昏接受约谈诶前甲后，这间公司拢无人被约谈，啊是吼疏失啦吼。这是杨文科吼啊，咱看到新的官国民党籍诶官长涉嫌贪污，嗯，会当讲。
新德市新德官两名官司用就对了啦，都涉嫌贪污吼，啊一个是交保，啊一个是去起诉，即马当咧吼侦查吼，准备要审啊，这个判决当中啦吼。嗯，那新德市甲新德官我看会使合并啦。嗯，合并好啦。哎呀，讲合并的，啊这两个吼都有那西讲啊，全归多一档来就对哈。那不离个哦，这个五十万的交保哦，咱坦白讲哦，像这种案件啦，是十贪的啊，十贪十五贪污的吼，裁定五十万，迄拢足少的，嗯，迄是算足少的吼。啊，以政治官员，嘛以政府官员啦，以政治人物安尼贪污做五十万是还好呢，对啊，无少啦，无做无少啦，啊，但是吼，你直接咧讲讲，原本无想要交保。要来抗议，那就可以不起的，你就卖高破啊！上面的律师给你解说一个了，给你苛刻呢，那就随着还是能够提供些啊啦，那就报出来就是报出来了哈。好啦，啊这个案件吼，啊看后边啊那处理啦，是不是会愈办愈大，还是愈办愈小，到到尾啊都办到无去哈？嘿，还有感觉人家插政治的吼，牵涉这种案件吼。对因来讲，心情上啊，还是啥，感觉拢没啥影响的。外表咱是看不出来啦，内心因是会紧张，袂烦恼，袂咱是唔知啦。外表拢无咧，你看个话，你够感觉够紧张啊！伊也是袂啊，伊嘛是做一个政府官员，总是爱表现家。你搁想迄个啥物人啊？林祖苗，林祖苗，迄嘛是已经咧进古龙哈林哈林迄个啊，嘛是照常咧干嘛咧？我因咧感觉，我感觉因咧涉嫌涉嫌这个贪污的代志吼，对因来讲，咱也无当作一回事啊。嗯，好啦，快紧啦，啊，咱都看老咧，倒好皮皮先钓这个所在吼，拢正好选啦吼，拢选定这个有贪污的这种情形的。先钓两个出身的差不多只啦，支持国民党，支持拿那个什么那个国党的差不多出身的安尼尔。有啊无较早讲有一篇报告，讲全台湾国就对啊啦。嗯。文化水准啦、啊，嗯，学历啦、啊，收入都是新德关系相关的嘛，嗯，因为新德可能古底下嘛，嗯，啊，做这一关吼，迄、那个习俗性、朴素性拢搬起啊大嘛，嗯，啊，底下吃头路嘛，嗯、啊，你系薪水拢足高的嘛，嗯，都平等起来啦，嗯、哦，都学历啦，吼、哦，都文化水准啦，嗯、包括这个所谓的收入经济啦。都、就是专台湾相关的这个都市嘛，党性的关系嘛，啊，结果选这个啊，你跟我讲什么水准外关，根本就地差别了啊！来来，我先只讲支持国民党甲支持国民党的这群人哦，你个水准永远都是上盖关的。啊，无啦，这个地新的这个所在，这个高收入啦，啥种种，这拢普遍大家拢知影。但是文化水准的真正看在有前先见变弊呐，我倒是无感觉。你讲科啊，很苦的呀，啊一寡吼，大学生读书、读书拢，心情都压抑啊。啊，伊都伊讲，啊伊都读书读较悬啊，你较捌淡薄啊，你啊。今麦倒一人出来，囡仔唔是大学生呐。大家嘛，大学生即么要找都无大学的，除非讲啊那第一家境无真正无大趁的啊。啊，另外种就是真正本身无想要趁。啊，那无清派，本身无想要读，伊嘛哪讲读个出来嘛无路用啦。啊啦啊啦，提早出来食头路啊要紧啦。归去喺二班兼做兵仔较紧啦，不是兵阵啦，是啊，得一份啦，得干好，干好啦，系啦系啦，专业来干啦。啊，这个文化水准加学历一点么关系都无啦，哦，加学历加关系都无了，对。新德哈，新德市加新德关哈，嗯，安尼真有好，安尼就继续加看看后边安怎办安尼。对啊。国民党的官员吼，他咋是安尼啦？国民党的官员看起来比较贪污，咱也无感觉意外啦。那正常的啊，是讲讲从是有的领导下令了，完全无输的，我咱感觉足意外。你像迄刘正宏，刘正宏，那下令了，完全拢唔捌听到伊的声音，也无看着什么案件，我说，我是感觉足不可思议的，你看安尼咧。哦，是不是？阿曼叫嘛是啊？系啊，曼叫有，那至少有一个啦。阿曼是都无输啊，啥物事都无代志啊。老郑王是人，长一个都无咧。嗯，拢无输咧。嗯，我去上尾啊一边，我电视看到老郑王的时阵吼，穿一领吊嘎有咧，阿坐伫因兜遐龙虾的头前啊。对啦，好啊，只要做青龙啊，伫遐泡茶啊。刚才像阿毛当时啊，也迄个什么低头笨鸡。哎，对对对对，哎呀，我即马在做一个快乐的农夫啊，啊，我就已经退休啊。明白了，明白。人家什么黑龙嘛，阿吉个一个庙了，服务甲贵个破产安尼。那唔可以，因那个小弟上面人不是拢出大事吗？还是小弟啊？哎呀，还介无关的，还有什么亲戚人关的啦？好，感谢啦哈，空八空空空五八
六办哈，消防公司咱全国免费的救火专线哈，来继续跟大家看新闻消息哈，来来，另外这篇的新闻就是最近哈，安尼差高我那今日的一篇新闻，就是国民党籍啦，包括国党最近哈呛声表态啦，讲要来支持和中国人啦。来到咱台湾吼啊，吞食伫咱台湾的健保啦吼啊，包括福利啦，吞食咱台湾的这个啊，所有的税金就对啊啦吼，福利等等，诶，这个计划要来好通过啦，就是吼，中国这边配偶有两年要来缩短到加四年，包括吼伊诶以前诶爸爸妈妈啦，前一段的婚姻的安排啦吼，无惊啦吼，拢总会当吼入来台湾吼，安尼用咱台湾的健保啦，用咱台湾的福利就对啦。这种安尼啊，这种安尼，这里那挺中国人诶，这个修改的政策，咱今仔日有看到陈建仁正式回啊回答因家的人讲，这件代志做大条内进步立委会啦吼啊，包括吼行政院拢无修改的规划。哦，啊，这什么意思？咱唔知，因啊，捌做过哩，为咱唔知啊，讲伊是故宫什么，都陈建仁已经干断掉啊，讲完全无要做类似这款的修法的规划啦，啊，给他断掉啊，啊，这断掉以后是啊，个安尼平安的，唔知，我唔知讲行政院的院长讲会当直接讲，我无要做这个修法，安尼就会当我占过，不可能啊，唔知伊都应安尼啊，本来就。意思简单讲，就是讲咱乡政府吼，有当时啊，家己有咱有一挂法令要修嘛。对啊，我知啊。哎，上来立法院。对对对，上面在立法院的版本。哎，行政院的版本。啊，什么党团的版本？对啊。啊，陈建仁的意思是讲，这个物件，我乡政府无可能修这种款。嗯嗯。啊，但是立法院国民党甲国党，伊若要修，你乡政府嘛袂使讲不准修。哦，是安尼就对啦。有啦有啦，简单讲就我乡政府无这个版本就对啦啦。简单讲就是這樣，简单讲就是国民党啦、国党啦，因这两党联手起来吼，啊，要将中国人吼，加以合法化，来到咱台湾吞食咱台湾的健保啦，包括咱的福利就对啦啦。啊，恁家以前支持国民党、支持国党的人，恁认为讲恁票登安尼落去，没会没问题啦，没问题。我嘛不见啦，用这恁登出来啊。啊，以前不啊，新闻咱有咧讲着杨文科的事件啊，以前国民党登记的事情，伫台湾人普遍的心目中。就是吼，无参加是哎啦，怪只骗人嘛！你加入国民党做民意代表，你就是要贪的嘛。地普遍的台湾人的心目中就是安尼嘛。啊，但是这个时间一个久，无去情了后，搁再起来，现在少年家囡仔都唔知古早国民党的就输啊，杀死台湾人，抢劫台湾人，强奸台湾人，抢占财产啦，有诶无诶，虾米啊吧？但是因拢无去注意着啊。啊，长期间也看到民进党去进来，就掏钱，国民党遐一寡吼毁掉。代志拢唔知唔办啦，啊！你讲红阿登国民党嘛未歹，啊！即马虽长尔，你也看，两下高鸿安即国民党是袂含，国党是袂拢差无偌济啦。来杨文科，包括一个关系，因为关系议员拢已经向家己啊，着啥物贪污啦、做票买票污的无当当先，再加一挂一件一件个变出来。啊！恁专家唔知道什么意义无？我唔知啊。对人来讲，有啥感觉呢？投票对有一挂人来讲是足重要的哦，四百年来第一阵啊，四百年来最新型的一阵啊，票啦投唔对，以后无选举，对一个部分的人来讲投票是足重要，但是对有一挂人来讲唔是啊，投票不可是一天内底我就有兴趣要来投啊，等等啊，现在等等啊，然后出去投啊，系啊，阿了后边安怎样啊，阿若发生代志咁，我咧投啊，你咁对讲啊，政治啊拢安尼啦，一句话就给你回了安尼啊，吼。感谢啦哈，来回避哈，这个民主的结果就是安尼，民主本来就是一种双面刀啦。哦，咱来讲民主哈，其实是双面刀。第一，民主哦，咱有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什么的自由拢总有嘛，对不对？啊，但是呢，钱有米就吃饱哦，人呢。这样了的自由，有的人会珍惜，啊，但是有的人认为这是天顶挂落来，本来就应该互安的啊，本来才有这自由啊哈。啊，所以邓票。伊嘛是一种绝对自由，而且个秘密投票，哦，而且个是秘密投票，你登啥物人无人知影，哦，对不对哈？啊，所以呢，这个就做啥呢？这答辩啊，选举完了吼，吼，啊，就判咱分析啦，啥物年龄层的，拢可能登哦，啥物人啊，啊，是讲啥物会分布是安那？我拢唔知你是对倒来资料，你哪知几会到几会是登哦，啥物人呢？是呢，
你拢秘密迄个啥？迄、那个刀片，比如说米刀，个两刀片，是哦，刀片人安那断片，我很在想无。既然咱这个明明就是叫做秘密刀片，就是讲你咧断片，无可能有人会当，参手机啊，你袂使照你翕相诶。啊，到底要安那知影讲，这个叫做啥？这个刀片的利用你用在安那来？咱若对伫继续个深入来个问的话，伊就甲咱因讲，这个是专业。唉，这人吼、哦、有分两种人，嗯，一种是专业，你买单讲伊是老师，买单讲伊是教授，嗯，哦，这是因的专业，啊，一种就是一般滴个人尔。妈，你搞解说，啊，搞解说讲你现在认为，啊，一般滴个人就是啥讲啊，都会当断票，咱就去断票，啊，我就支持上支持，就是当我就较断落安尼啊，嗯，哦，这就是一般滴通常大家知影地方就是到这尔，啊，我个甚至已经有深入了解，讲迄张票断落我有影票，嗯，青，蓝，白。迄个是查甫啊，查某，迄个是查甫的查某，个少年的还是老的，我拢有法度能够研究出来，即、个叫做老师教授，叫做专业。啊，你两个问讲，啊，这是对的。你两个问讲，啊，是安怎样？恁开始啊，讲我别当甲恁讲，啊，那这甲恁讲，我以后我这多本我就变专家啊，都唔。哎，这个问题吼、哦，永远无答案啦。但是都特别拢是以民调来做基础嘛，是啦，因拢是以民调做基础嘛，吼、啊，就讲啊，调查起来，结果几回到几回支持都一档，对，啊，几回，其实也是，但是民调迄个咱白差的民调，大家都知诶。阿兄，这其实吼、哦，嗯，这专业我脑晕的一套，只不过咱无了解因咧变什么人，我有机会吼，无对吼，嗯，一个英文教授，英文教授，英文教授吼，阿兄嘛捌伫华师教过英文。蔡英文啊，无啦，蔡英文伊都唔是英文教授哩，蔡英文教授啦，迄名咱就卖甲讲啦。啊，伊就咧分析讲，啥物叫做吼学生一般人，啥物叫做老师教授啦。啊，伊就简单举一个咧，就是我拄仔讲安尼，啊，伊佫有提出吼三项讲法啦。伊讲吼，咱台语就对啦啦。嗯，你讲吼，我们、你们、他们，嗯。北京语就讲我们、你们、他们嘛，啊，台语就讲咱、因、啊，阮、阮啦吼，迄个阮、因，啊个诶，啊个诶，搁一个我、你们、因啦吼，因、因啦，因啊咱啊，迄个诶，啊个叫啥？啊我、我、阮、阮啦，阮、阮啦，哎，就讲我们、他们啊，你们是那分啦，啊，我讲啊，都安尼啊。我们的乱呐、啊啊，他们的因呐、啊啊，你们的令呐、啊，啊，伊讲安那分你敢知啊？我唔知啊，我、这个是一般人含老师教授无同款，我得爱深入了解讲啊问题处理对个、北京语大家拢知啊，我们他们啊你们呐、啊嗯，但是咱台语都是碎碎的加我你因、我我迄、那个我。利益啦、啊，但是我利益各家子的拼音都给闷出来了。啊、我利令命伊因乱乱，我都各家子的拼音了。你刚才我讲意思，迄个拼音加的都是变北京语的闷啦，我们他们你们安尼就对啦。伊讲老师含一般人多差伫遮，你念念啦。你得安尼个研究出来，我即摆用用灯色袂过。听众，比如你知我咧讲啥意思，你个加起拼音，就是代表你们，你啊，因讲们啊，讲咱来讲你，恁加一个拼音就是恁啦。啊，你若要讲拼音就是你啊，恁啦，恁啦。伊讲安尼，我来研究出来，啊，迄就是老师教授诶，做个摊开安尼啦。啊，听完了我就是破坏，破坏真正啦。所以你讲这个进程，我呢爱个先回想着吼，不能就当前迄老师教授甲我讲的迄段故事，搁再先重复一道较讲，啊，无安尼我嘛甲你讲啊乱糟糟啦。来，所以咧讲啊第一遍字啊，对啦，好啦，好啦，来进广告啦，吼，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进起来广告，下面再个倒腾下来，感谢。我现在在山顶，尤其是在七八山，大家
家哦爱捧场的，这物件哦，做感谢你，做感谢你，做感谢。啊，那讲咧，我讲我无跟你讲，我换这个习惯吼，还是你咧送我迄个七零七的手机哦，但是当我讲七百五块，讲唔少。哦，这是我我甲迄个林先生讲，阿刚回来，阿刚星期五，伊讲阿多要在，我不要谈这个啵。哦，阿迄个我听阿讲好咧。我正常，我无法讲诶，关我关嘛吼，因为我生咧迄白痴迄个人生哦。我知我知。哎，就我刚才追工有啥物反应，无甲追工有啥物改善啦，结果我拢无反应。哦。啊，我即过吼，佮叫这习惯来吼，我也拢无反应。啊，你这是无反应啦，你这是。拢无反应。但是吼，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讲啥呢？我较早我有那食得胖哦，可能有。那你的李伯包的那个抖音哦，都一生啊，伯包的钙丁啊，胖了的钙丁，一生哦，一生的卫生秘密哦，不是那个浮躁，结婚困真的很饿呀。完了哈，啊，我吃这个几多张鬼哈，我今早吃这个血管这个料啊，哦，瓜。吃胖哦，吃两杯胖个快倒了哦。嗯，我听讲安怎？你本来算足够叫卫生就对啦，哦，足严重个就对啦。严重。啊，即摆食个第四罐，你即摆即个状况改善了。啊，但是我无反应嘞。哦，无反应。无，这人反应是做十个有三个呢。啊，个一直是安那嘞，我即个咱这改变哦，咱那波通常那发炎哦，发炎是相当会即个就叫看下。看下，对。但是我即个看下那哦，真能力。零四粒，英文拢滴啦。哦，五毒五，不管你五多大，健康发炎啥啊，零四粒拢滴对啦。零四粒就两粒。啊，一斤哦，这个豆角饼干哦，小几粒皮。哦，啊，这个零四粒是很好滴的哦，但是哦。那个感觉上有较冰小可啦，是啊，所以因为我感觉这个物件吼，做起实在是真好用啦。因为我讲吼，大家节目听这个物件够好，哦，第一可能到赞助，啊，做这个物件是好，唔讲赞助，赞助伊若无好，那无用。啊，做起就真系有路用啦。感谢你，我是多啊，我听这个。朋友吼，也是迄个原来是贵的问题嘛。啊，我有感激我讲，安尼吼，我本来我讲我真只个较大改善，我才要做更好。啊，但是我就是听到那个有感激讲，哎，我这为这事情，哦，啊，够一点，我这个目睭吼，我这老花眼都干啦，啊，拢会安尼吼，这个都目屎膏吼，拢目屎膏，啊，我无感觉呢，隔前两三单是什么？一开始一起来什么？拢一开始一起来过阵后去做目睭。开始我无目屎膏啊，系啊，啊，即马我问阮太太讲嘅，我即马最近天啲个，我目睭膏、目屎膏会讲无得少，无啦，起码加啲目屎膏过目前啊，无得出嚟。系啊，啊，所以即马即也无会。好啊，你后生，你继承家啲近视当咗唔使啊，其他嘢。啊，所以讲啊，我有学习嘅，真正好用啊。我想朋友好振作。咩？请好人。我发声哦。哦，有事，谢谢你哦。好来，再感谢雄狮大师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啊，这么是广告时间啦，介绍咱信达公司的许多专家产品，你看杨先生，只好甲恁做见证了对吼。所以雄狮是多啦，都是有这种真热心的这个这个神仙吼，啊，甲恁做见证啊，一挂这个啊上啊小姐吼，甲恁做见证了吼。咱听讲，比如对咱信达公司吼的产品哦，是像许多专家的产品，靠进一步而且了解。因为啊，要靠咱这直播中间要靠广告咧，用嘴咧念不对啊，到底无人会讲真清楚了解啦。就是拢有吃好的人甲咱讲，按多咧听讲，哎呦，你这个毛病多同我同款咧对，啊，我冇这种毛病咧，哎，一个来个吃看嘛咧安尼对。所以许多人这个毛这种产品了对啦，这吃咱身骨这个毛病哦，是要限定到这种毛病了对。这是一种保养型的产品，这不是药啊。你那药有针对药啊的作用哦，你药啊就治病，药你就治这种病，你处理这种病。咱许多啥不是药啊，所以不是咧处理遐病痛着。结果遐病有一挂小小毛病啊，当当来塞，当来塞，啊，骨神骨啊，点点滴滴毛病，啊，一人一人的体质也无同，啊，一人的毛病拢无同款。结果迄个啊，食这也有效，迄个食这也有效，迄原因道理伫倒位，雄狮是大，迄是许多山的功能啊，对。所以这种经营之下，咱有咧讲做见证的时阵，咱咧听我，哎呦，伊讲迄个毛病，我有哪有呢？我就来个吃看嘛。无吃就变白，吃了了，你若坚持、坚定，照伊讲个吃，两个、两三个月要过去，正半当啊，就叫你就明显感觉啊，对身体上帮忙足大啦。啊咧，迄就是
咱听众朋友热心甲咱报安尼对，啊，无要靠咱用广告吼，实在是讲无从讲啊遐焦啦，安尼啊，讲的都是安尼吼，所以详细大好好来甲听。咱这见证进入吉达性了对吼，来自愿意，来自伊家己本身接过的经验，你讲咱听了对，安尼较紧。所以详细大好好来甲使用信山公司。优秀的产品许多山，感谢谢谢，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信山公司周年庆的活动也搁咧进行当中。就是各位信山公司产品十罐都加上三罐周年庆的活动，咱会当个金东元十人份电子锅一台，你别个金欧姆龙血压机一台，这拢会用起。金来烧一烧，像咱台湾这座人工的米铺一样嘛，拢会当哦。金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真的惠安锁、金立明、宝顺电、喜乐康、喜乐清，能不说？咱这回周年庆的过程当中，每十罐的朋友。你一旦经六十粒，互你做成品，就你更加有哦吼。咱若过完刷，咱就去啊恢复原本正常的方法啦吼。啊，另外个别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就你行的过程当中，你买当经典原本坑二十罐做成品的信山公司三十粒装的惠安锁、金立明、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能够锁三十粒无？每个行的朋友，咱一份嘛，咱经第三十粒互你做精品。你要甲金丹锁把汤锅一支，金保温杯一支，金白沙湾起锅一条。你要金大香的汤匙一拿，金无环境的洗头毛巾一罐，无环境的洗衫巾一包，拢总会用起。咱一道金一项为原则啦吼，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啊！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黄飞南国情歌》。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机会转刷，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咱继续再来个进行节目，来个挂麦啊，一个哈。这个顶日啊，那连续几啊天吼好，嘿啦，有咧食香的啦，或者是讲啊，有咧买一寡只脆食物啊，人啊吼，紧张个。嗯，这就是讲啊，这个去用查着讲哦，未少物件去染着迄种所谓的避染风险，工业用的原料，讲叫做苏丹红这个啦。啊，这个就做啥呢？这个新北市地检署啊，吼，咱指挥着新北市兴大啦，吼，啊，兵分三路搜查着一间叫做保险公司啦，从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刘庆书啊，啊，甲伊的干部员工多五个呢，全部拢带倒转下呢，吼。啊，透早时啊，甲征询了后呢，这个负责人刘庆书啊，甲收押进监，啊，其他四个人吼，甚至证人拢做甲请回安尼啦。这个新北市卫生局的表示啊，保险公司对去年的三月二十开始，就对这个河南省家吼啊来出口到这个中国的这种叫做啥苏丹红这种物件，啊主要进口未来了后，就是要制造这种叫做啥红色的香蕉啊粉安尼啦，啊讲到目前为止吼。啊，已经就验出未少所有物件去染掉啊！吼，啊，不过大家也免上紧张，即早有讲过吼。那食到这个物件，咱其实伊个染的食量也变足济啊。是。啊，所以你到这个做水加饮挂吼，啊，会主动排下掉安尼啦吼。啊，但是呢，这个会致癌的危险吼，这到底伊会抓秘伫咱的身躯内，还是安那咱嘛唔知啊吼。啊，这个做苏丹红吼。这是工业用的迄个的米色剂吼，啊，这是袂当用伫食品当中啊，主要就是因为伊有潜在性诶致癌的问题安尼就对吼，啊，若长期落去食哇，对你的肝甲腰子拢会造成伤害就对吼，啊，所以呢，这依照着这个食安法来讲，这当处七年以下的徒刑，啊，并科8000万以下的罚金。这法令就是安尼吼，所以阿香准备来是讲一下咧吼。你这个是按我规定的七年以下，嗯，啊七年以下就代表咱这个法官自由心证嘛。是啊，我判三个月，嗯，是不是七年以下？一颗罚金嘛是使啊。哦，对，都啊，有一个年安尼啦，是，好嘛啦，啊你若判三个月就七年以下嘛，嗯，啊判一单嘛是七年以下。对啊。啊，判个六个月过载个，哎、欸，判六单过载个月，你就袂当判超过七年以下，七年以上、七年以下你都唔当判。啊，你警察的话，你阿叔阿叔咪伤大嘛吼，阿罚款的部分8000万以下，嗯，哇，阿罚十块嘛8000万以下咧，我嘛是当款啦，哦，100万嘛是8000万以下咧，伊这可能是要有法官吼，还是检察官吼，引起迄个衡量去斟酌讲，啊，伊这个不，为了不是迄个啥，不是不高，伊这个是。无心之过啦，嗯，哦，啊，这伊是讲，啊，伊都一点嘛呢，伊都开一个面点嘛呢，啊，都无小心去用着一个红木剂安尼尔，当然啦，就讲物件坑开固安尼，啊，去用个检剂啊，就好啦，啊，卖判个8000万啊，8块罚金，搞你罚花嘞，啊嘛，卖判个吼7年啦，那七点钟吼，搞你吼，迄个判七点钟去用个劳动啊，去劳动安尼，伊可能是艺术的用意的家啦，啊，但是问题，这个物件阿说咪大，这个型的有无？啊，你都那愈飞愈大卡，我就判愈重。啊，问题，咱的孔融法官，恁这的法委也毋捌听过吗？唔捌听过讲啥物叫做孔融法官吗？这种诶刑法的规范就对啦，就是可能会做下手一个啦。简单讲，你都那有在条有门路钱啦，开会行，开会通的话，你作贿赂也对啦。我万免甲你判加7年呢，我来判6个月，当六金嘛，高涨啦，高涨啦，高涨啦。以前那边啦，啊，但是都罚个8000万啦，啊，你800块罚块就得啦。啊，所以哦，你这个你这个规条修改就好啦嘛，吼，你这个修改讲啊，按照规定的7年以上，不但讲以上没有以下啦。以下迄个阿叔咪上过大啦吼，哎呀，感觉讲，哎，这个唔管啊，用伊这个人
去用台湾的一起进口，是就讲伊主无价嘛。嗯，加咱之前咧讲什么消费生产，虽然伊应用故宫，我有那是受害者，嗯哼，未少消费者听了无啥会爽快，是，但是确实伊嘛是真正受害者对啦，因为伊也无叫伊进啦，嗯，啊我嘛唔知我进未来这个物件要做甘蔗啊粉的，所以变成讲过来苗南苏丹咯。嗯，但是你对这个明查。这是干的用，你个进咩那个男的食品内底，做成羊杰啊粉去卖卖。是，这照你讲，你个刑罚这种的，就是七年以上啊。嗯，哦、我法官话到判，你讲那判嘛，至少要判七年。是，哦，对不对？好了，好、哦、这啊这大家有家就免烦恼啦，吼、哦嗯、啊，过得啊，根本你咧吸了 PM2 点五吼，毕竟在个读几倍嘛，唔知啊，好是啊，唔是哈。好，阿你讲报告一下啦，吼、哦，嗯。来，另外咱昨昏有来念到一篇新闻，迄就是讲有一名这个姓干的查甫人，今年34岁吼，啊讲吼去共偷砍一台货车啦，啊在乌白赛，啊伫快速道路去弄死掉一名38岁吼，这个姓老的孙罗环，这讲起头路我第一道听到啦，讲起到一台重机啊伫快速道路顶面吼，安尼底下顺这条道路看有啥物粪扫啦，一款物件落伫涂骹里安尼啦，啊叫安尼样东西，啊咱早昨昏有伫迄个八道派出所弄死一个警察嘛，迄、那个警察才24岁呢，啊咱拄啊咧讲讲这个38岁马伫揭穿咧，嗯。这个叫做老冠军，目前还面70多岁的爸爸相依为命呢。嗯，啊，叫做打38岁，而且个孙罗环已经中龙死啊。嗯，啊，还因爸爸70多岁，安尼无依无我啊，唔知要安怎啊？因爸爸嘛正看会开啦，伊讲嗯，啊，另外迄个孙子的警察嘛，24岁都过用去啊。嗯，啊，阮是个要挨啥？伊就难讲安尼尔吼。啊，昨昏我看到一篇新闻吼。这个人咧访问因妈妈啦，嗯，这个开车弄死警察的妈妈，伊讲阿姨妈妈吼，原本阿姨讲这个后生啦，嗯，原本伫桃园龙潭发电厂咧吃头路，啊讲过年吼放假回来了后的时阵，讲到唔知啦，无必要去上班啊啦，啊就开始伫厝内边安尼乌白讲话啦，啊幻觉啦、幻听啦、自言自语就对啊啦，讲啊有去家人中间病院看神经科啦，去四道啊、猫食药啊啦，这里应当九点外突然间伫厝喊一声惊大声，人就冲出去，啊发生过代志啊，讲起一条内裤尔就冲出去啊，尤其昨昏我听着新闻咧报，听得够啊恐怖，讲厝内边够两个，够两个姐姐啦。我那拢还没讲这个啊，赶快这款的精进啊，嗯，都我那那个精神这方面那里啦。原本我拢是一直讲啊，这个人稳当去吃，又吃个起笑，有吃多健康，有吃多健康嘛。结果昨伫咧听新闻咧报道的过程当中，讲有内面够两个，够两个，就是也是一个够这样的。讲我那精神，我那无通教我好哦，这是真正做一个妈妈面对小姐后生查囝，安尼是变哪处理才好嘞？嗯，哦，这是糟糕咯。啊，昨昏得死两人嘛，吼、哦，三个，两个无辜的嘛，两个无辜的啦，一个是一家一锤死的，哦，一家一动会死一弄死的嘛。啊，所以这种我感觉咱这个社会吼，应该爱对这个精神有问题啊，什么这什么书格式调整啊，有诶无诶，这应该爱有一个规范呐，袂当讲放故在何伊啦，伊啦，不然我要甲安呐，等个代志发生就是拢死人啊嘛， yeah. 差不多拢安尼啊嘛，啊，看来一个讲啊，无多啊，爱着精神有问题啊，努力食要咧控制啊，乃啥忽然间起笑啊，无着什么咧书格式调整啊，啊，你若讲一旦台湾的法令来讲，爱着无犯罪，你变哪个官啊，变哪个厉害啦？啊，问题这种人啊，去爆发起来就是哎，大事啊！咱有法令会当中介治疗啊，但是这个中介治疗，刚刚拢爱出大事了吼，出大事是有令啊，出大事，迄个牺牲之爱家属以情，迄个情何以堪呐？嗯，啊，你跟他讲远啊，这根本都安尼啊，啊，这就是讲卡无代无志啊，一口罩来对囡仔卡拢安尼。迄个星星，什么团那是啊？那那蛮怎样？好呀，再好。嗯，好啦，啊，都真不行啦吼，啊，迄、那个警察足少年嘞吼，打职业无啊，啊，都是妹妹起码等个读警专嘞，迄个妹妹讲啊，要读警专嘞啦，啊，无代无志，坐伫值班台啊，搞弄弄个死安尼啦，啊，迄、那个孙山王，我感觉伊嘛是孙罗王，孙罗王啦，孙罗啦，我唔知讲有这个行业，我第一道听到嘞，系啦，啊，讲咧孙罗孙家，你搞弄伫迄个叫，伊个高架桥嘛，伊高架桥咯，当啊弄个落安尼就对。
那真正偷偷就白掉了，这是无唔对。尤其是后来伊家己去钱火车，对啦，你想讲买架火车弄个变过，哎呀，这真正偷偷是有问题。我讲咪算直接道路是对的啦，系啦，家己了解啦，吼、哦，来好来来，这个气象吼，咱的天气甲大家去报知报告一下吼、哦。这波强烈的冷气团南下呢，今仔日啦，甲明仔载拢一个时间款会受到这波冷气团的影响，所以各地气温拢有比较较低安尼啦。啊，至于讲未来的天气安怎样话呢？这个气象专家因咧有测过着吼。下礼拜二开始吼，这个就是比较较小风就会吹过来啦吼，是啊，所以气温就会明显讲回暖啊。但是呢，佮经过两天啊了后吼，这个气温就又佮变个下降，嗯，佮来一波冷气、冷空气就对。但是这波就无后后边来这波就无，即卖这波较强烈安尼啦吼。啊，所以即阵啊，这个天气就是凉小凉微凉，凉小凉微凉啊吼。啊，即样大家清查方面吼，真正无好清，但是我那小可注意一下。简单讲，今仔日吼，阿家明仔载吼，拢也个是受到这波冷气团的影响吼，来甲咱做一个报告吼。结果我伫罗宁今仔来上班，嗯，看了一个少年啊，竟然像低五的，底下其他都蛮。嘛是都有啊，会听见吗？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阿婆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话哦。卖个骗啊！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了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卖个骗啊！要被扣走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全民节水到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总统府、立法院、监察院、外交部、交通部、教育部，这些都是我向往的地方。只要是35岁以下大专院校的在学生都有机会见习哦。哦，什么时候报名啊？4月上旬开始。哦，那什么时候到职场体验呢？7月到8月份还有津贴哦。青年发展署鼓励青年参与公共事务，学习政府运作机制，欢迎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没错，全球租车赞赞赞！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华东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现在时间9点整。爱情哪会偷偷来骗钱？你当时开始算数的滋味，你讲自己已经过去，叫我爱好。
花阁有用，喙齿才留会掉。咱白沙湾齿膏过喙齿花真正有效。我呢啊，十几年前，四十几岁，医生讲我牙周病严重，我甲用这条白沙湾牙膏。应该即马十几年来啊，医生阁好检查的时阵，伊讲我喙齿花是健康的。听众朋友，这个情形你市面上要找这个齿膏真歹找，赶紧电话卡台南康六七九四五空七九，台南康六七九四五空七九，感谢你。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仁，而且为咱大家推荐介绍奇幻真台湾台语文囡仔歌 CD 绘本的第二集。一个记者伫旧年，咱有介绍奇幻真台湾的第一集，有真侪咱的听众朋友要等于给伊的囡仔孙阿听。今年发行的第二集，同款是用台语来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第二集呢，咱有邀请咱熟悉的立法委员王定武、作家渔夫，也有咱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系的曾家应副教授来共同献声，来讲囡仔歌，予咱的囡仔听。咱卖搁再听中国思想的故事，咱台湾人听台湾的故事。这次由家人青山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全台语故事绘本，有三个故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空袭台湾的时阵的一个传说，马祖新炸弹，一个有台南喜鹊啊流传两百冬的古迹故事，包括顶一本魔神啊传奇故事的续集，规本呢有96页，拢总是彩色的印刷，一个副 CD， 一个当用网络来收听，一本的册内底呢一个有台语的汉字、罗马字的对照。收藏这本册，会当予咱大人甲囡仔做伙来学习台语文。这本 CD 的绘本目前已经卖出将近1000本，价钱呢1150元。目前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你只要卡一通家人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一本只要899元邮费的介绍，册送到厝才六钱。运费呢由电台来吸收，提供予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上介大的优待。如果那第一集无买呢，想要两集做伙来注文呢，两本只要1600元。想要予咱的囡仔了解到咱的台湾本土的民俗，咱推荐这本。奇幻真台湾第二集，请卡免费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都有专人为您来服务，感谢。0800-558-668，来咱生产公司今年庆的活动，农业个咧进行当中哦吼。咱一处各位生产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侪侪一片，来请上好咱买十款的朋友。买十款的朋友呢，你就当个京东完十万分电子歌一台，你比个京欧姆龙血压机一台，京6777正咱台湾制造零干面皮一领，马龙会用起。你比个京信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的惠安锁金立明保顺电喜乐通喜乐清两骨锁60粒。九年前你当经历了啥了无吼？啊，另外个别五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款以外同款。伫九年前的过程当中，咱即回当经历原本坑20罐做产品的圣山公司30粒装的惠安锁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两骨锁30粒。每个关的朋友，咱这回嘛会当经得30粒回做精品哦。你要个金丹锁把汤锅一支，你要个金未生鲜的保温杯一支，你要个金白沙湾气锅一条，金单香的烹折一打，你要金无限制的洗头毛巾一罐，无限制的洗发精一包，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0800-558-668。
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屏东李先生来点播》阿星演唱的歌曲《台湾上水》。海水小船水波浪摇到海面去，海风一阵阵飘来的海味，我随时站起船旁的飘子，万里无云上好的天气，亲像母亲怀抱在身边，我不敢袂记我伫这出世，永远做人无牛逼的天地。飘飘过山脉到水，地云水海风飘来又飘去，海鸟飞归阵将阮来打醒，炎热的日头看阮袂来去，绿岛泡温泉淡水上趣味，望着天星蓝处的夜明，小琉球心意下午倒来去，永远留予咱的人的印记。海水滋润台湾的山脉有够水，亲像父母饲子的泥水，双手来下去天地做情地，阿里山日出像那做清水，淡水溪河悠悠千万年，阿贵贵山一年四季，永远对袂了有你的天地。青春半岛甲海边上界水，玉山云顶生态贴土地，
感谢哈，咱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机会转线，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一直是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一个人做接听哈。好来，感谢啊，咱哥继续那个进行节目看新闻哈。来，另外咱们来看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哈。这发生伫高雄市啦，讲一名这个姓宋的女子啦，啊，嫁着伊的妈妈，安尼长期关系拢无好。有一回，伊单要求独居的妈妈呢，从厝甲卖卖啦，啊，然后去住安养院啦。因老母认为讲，我的心啊，我的家己有法度人自立生活的啊。我吼啊，家己生活拢阿个无问题啊，是安那特别叫我卖厝去住安养院呢？民租嘛袂爽的，无你要安那后缀小盆啊？结果这查囝的这个姓宋的女子竟然单起笑俩讲，电风扯起来单对因妈妈的头都甲哼落去安尼啦。哦，哼一个煞单动伤闹出火呢，啊煞因为安尼单中风啊。即马打海因老母规工拢爱倒伫即个病床顶面，嘛爱去用送去安养院，安尼去受专人的护理啊呢。高雄地方法院依照当伤害的迄个亲尊亲属罪，判一名即个姓宋的女子八年十个月会当上诉。判决书指出咧，讲讲姓宋的女子真不满因老母来登记安尼吼。啊，叫伊做家做遐啊，做大行工课就对啊啦。伊讲伊家己嘛无想要搁再吼啊，家己照顾因这个独居的妈妈的生活啦。2022年八月三十日的中昼十一点，姓宋的女子买完便当回来厝后，因妈妈吃的时阵，要求因妈妈讲不如你甲厝卖卖啦。啊，然后第吃的钱吼，单吼搬去安养院住啦。因老母唔爱呢，讲啊，我得去好卡好手的生意拢啊，这个生活上拢够我都能处理的，我是安那都爱安尼做安尼呢。结果啦，这查囡的人听到因妈妈安尼甲因说单吼，情绪失控啦，电风机啊起来，都按到因妈妈的头壳都甲崩落啊啦。然后崩无够，佮再对目睭窟啦，佮再甲糊落安尼啦。用这个电风，佮再用电风的电线对因老母的颔棍都甲吹落啊呢。一直到甲因老母的头部拢已经肿起来啊啦，迄、那个皮灰安尼流落啊，才放手啦。结果因妈妈被拍了后呢。要紧报警察喊救命，讲我去用家暴啊啦，请恁要紧派人来甲我救，叫救护车来甲我救安尼啦。警消三分钟后，就赶来到因妈妈住的所在，甲送病院呢。结果原本意识吼是真清楚的妈妈，伫急诊室内底刷单状况，忽然间单转害啊，转脉落去安尼啦。检查落去到底，才发现就讲哇。啊，这已经是创伤性，而且个脑伤，并且吼脑出血啊！啊，倒边的大脑吼啊，迄、那个血更脱掉的，啊，大地书来中风啊啦！啊，地书着吼正半边的身体已经瘫痪啦，认知功能受损啊！伊妈妈中风了后，刷单规工拢爱倒伫病床顶面啦，也无法度人惊刷叮当啦，大小便也无法度人处理啦，尿管啦，啊，搁有鼻胃管了，对啊，塌掉的啦，啊，都爱互人来甲吼饲啦，爱专人来甲照顾，来甲冰心啦，呈现了吼中度失智的状态，而且无法度人恢复啊啦。这个后生单安排因老母来住伫养育安养院，啊，受专人来照顾呢。警方单将因查囝吼，甲医生发办。高雄地方法院审理的时阵，因这个查囝辩讲吼，啊，因老母吼，拢会用情绪性的卡油方式要求讲吼，都爱甲照顾伊的生活起居啦。啊，当时落来已经过个熬够忝嘛啦吼，啊，作烦恼吼，已经也无法度人好，搁再负担因老母吼年迈了后的医疗费用啊啦，才建议因老母讲不如先处理单卖卖啦。啊，用这个部分的钱吼，提起吼啊，安养院。来去迄个大地下安尼比较舒适啦，啊，单好因老母个古传呢，
以安尼吼，日吼安尼时间啦、日子啦吼，今年累月安尼落来，已经吼受这个压力，已经受个啊，支撑未调，即系爆发，来吼造成这场的冲突啦。也唔过法官发现着讲，哎呦，阿因妈妈虽然是独居呢，但是人外口嘛去交一个男朋友的啊。代志发生的当天，因这个男朋友搁再来到吼病院来指责吼，这个查囡仔呢，都拍妈妈这个内伤，这个查某就对个啦。一旦看到讲因老母有独居生活的自理的能力啦，嘛有社交吼啊，这个能力包括吼社交的生活呢，并不是讲像这个内伤的女主讲的，讲的爱倒地病床，讲的爱专人家照顾，唔是安尼呢。啊，这个世上的女子煞改，老母怕生重伤。虽然伊有意思要含厝的人和解问题，厝的人都未跟含伊和解啊。因此，一条重伤害的下，迄亲尊赎罪啦，判八年十个月。嗯，这实在讲吼，家庭的悲哀。本来妈妈都无啥物问题啊，都拢会当家己处理啦，大行拢会当用啊。啊，这对头到尾嘛，无报道讲啊，这个查某是有家无、嗯？啊，你若有家，我照你讲嘛无。可是喊妈妈坐车会，啊！你别喊妈妈坐车，嘛够惊死啊！啊，都拢无啊，拢无讲啊！哎，妈妈本来都好人啊，你甲讲我变安尼，啊，即马来过来讲啊，那要甲你照顾无多，咱在迄条都处未掉啊，恁都我看未掉，主要变遐钱啊。伊就简单讲啦，伊一篇的报道，我咧个猜测的话就是讲处未掉啦，钱一部分因老母吼提伊多安养伊啦，啊，剩的其他钱因本本的够一个兄哥嘛，嗯，伊够一个兄哥，唔再是小弟阿兄哥嘛，啊，是无他们大社会啦，嗯，啊，这个比较啦，这是咩？叫我生着这条真正有影哦，啊说，头拄我咧讲讲迄个长啊雄勇啊咧起笑哦，啊开车乌白龙啊咧，甲警察弄弄死，啊一个巡逻员啊甲弄弄死，了家己个，迄嘛是安尼，爱讲迄口杂讲安尼，有哪精神讲有哪有问题啊？是啊。嗯，靠拢转接到这些，啊，再种地啊，靠拢进行的啊，再种地啊，进行到了出问题啊，嗯，我知影啦，进行到了出问题啊，对吼，哎，比较啦，这真正是一个比较的点，对吼，这我个看吼，就是讲，伊妈妈原本是好好人，啊，你甲讲好变啊呢，啊，即马再来嫌讲啊，我咧甲你照顾足忝的啊呢。好、哦，这男生都这类型，安尼破背当生性的啦。嗯，哦，这破背当生就这了，哇，逃出我门出战嘛啦。是，那这个嘛，我觉得啊，用电线那个吹哦死啊，那种真惨的，真这样样吼。哎，来这打，来这哪说钱哦，比起霸有人啊。啊，每一个人的看法拢无同想法啦，拢无同哦。但是这种看法、这种想法，这根本就足奇怪啊。嗯嗯。恁母啊本来好好呢，家己拢会当主力呢。无啦，伊就讲伊就顾因老母顾啊足忝啊。啊，恁母啊会当主力的状况之下，会当互你话忝啦。对啦。哦，对不对？恁怎啊？咱也是主人，啊，母啊讲啊，我想要食些什么汤呢？啊，咱就出来甲买啊。你是拢做方便？做拢做方便的物件嘛，对不对？啊，你即马甲讲，咱的金属卖啦。脾气歹啦，啊，未堪去顾老人啊，啊，因为咱早顾老人，不是讲我另外开我，你若讲吼姑姑啊一道，姑姑啊一道 ，OK， 啊，你若长期间落来吼，迄、个情绪累积落来吼，迄以后包括出什么弯哥问题啊，不能知影啦。唉，所以我难啦。对对，对这个啊，这不该做短片也要求过的，是这样的哈。好啦，继续跟大家看新闻消息哈来。来，另外吼，咱要来个报一篇啊，较无同的啦吼。这篇这发生在台南市的，这台南市吼，咱这篇咱来个听看嘛。嗯。讲台南最近的吉利吼，不是吉利病院哦，博物馆哦。哎。讲含英国啦，有来联合讲要来做出一个展览啦。啊，就是讲从这个世界各国吼，真出名的话啦，尤其反古顶顶的话就对了啦吼。要讲吼，提来咱台南的吉米博物馆，来做展览，啊，这时间真长哦。这听你讲讲，来到这个啊五月、六月，来到九月拢有了对啦。五月开始到个九月展览，啊，但是唔知啊，讲迄个票吼，讲随杀出呢，讲随两三个手术用定了了。嗯，啊，嘛足侪人有上这个网络去咧订票。嗯。啊，这个伟人都订啊，无平机嘛，讲订未到啦。啊，伊嘛说过来订呢，啊，这到底是要哪订票？啊，那唱咱唔知呀。我后听的朋友，嗯，伊去吼
真不容易，上网落去订着四张啊。嗯。啊，订着四张，即马来开始就爱做迄个缴费的动作。嗯。讲迄个缴费的动作较慢，连四张佫用抢走去啊。啊，问完你问了到底讲无啊？阮这都收着钱，阮票都好哩啊。啊，你虽然是订了四张，但是你钱也袂缴出来，人有心纳去啊，人钱纳去啊，阮都当然四张就好人啊呢。应该是无加迄个应该无伫迄个纳钱的期限内底将钱挥霍的款呢。啊，拢真个代志呢啊！哦，蛮使啊。嗯，咱这边来个听看嘛吼，看是啥物人的话就对啊。嗯什么人的作品，安尼有法当造成功吼？安尼大家三声抢抢，要入去看遐个话，啊，都对入是看有啊，看无安尼啦。我嘛唔知影吼。看台南看无看无？你像迄个咱即马台南，迄个兰花展有无？兰花展，我去看，我嘛看无啊。那个，那个，讲这番花，哎，那个是兰花，哎，差不多是兰花。这个人看过来。对了，对了。来，你讲吼，被号作历史世界上上界高规格的西洋画展呐，啊，对，从拉斐尔到梵谷啦，美国不是英国国家的夜龙丁装店呐，第五月初二要伫咱台南市的吉利博物馆来登场，啊，所以吼，伫博物馆要登场，又分过来种的票呢，讲。第一张票讲可是早鸟票啦，讲昨昏安尼中岛就开始画卖尔，两三个手一万张啦，第三分钟讲卖了了啦，一万张三分钟你要哪抢？啊对对，你外高升电脑啦，才有在钓人去抢啦，我嘛唔知啊，因为我有听做者朋友，啊是讲伊拢无保留，机密拢无保留，迄种了做现场买票，叫你讲你网络网络现场买单买，现场应该保留，现场买单买，啊迄个早鸟票就是上俗的嘛。哦哦，啊，就是大家三只抢完了嘛，啊，有民众抢到这个早鸟票呢，发现到网络整个拢瘫痪啊，就对啊啦。不是说抢到了，抢买早鸟票了，结果发现到网络拢瘫痪掉啊啦，搁再录过来到了后，拢显示讲已经拢卖完了，相当的无奈。啊，官方这条明辉用咧讲，因为忽然间流量大大爆炸啦，无论是官方的网络啦，也是各平台拢出现了大塞车的情形啦。较早吼，单一个通路就超过30万人，底下三千要抢买安尼就对啦。刷单地书就连线吼，安尼各样异常，造成着大家无方便，深深表示。破欠啦！昨昏开始买三大主题票，票券呢一万张就对啊啦。迄偌济你敢知啊？350块啦。哦。迄早鸟票350块啦。嗯。结果一万张秒杀啦，无怪大家杀的，迄真正作秀啦吼。嗯。啊，另外阁有100张，迄是1500块的啦，开无限定票就对啊啦。你也看吼，一万张350两三个手，三分钟。抢了了就对了啦，啊来个杀出着100张的，1500块呢，嗯，嘛两三个手都卖了了啊，就对了啦。拜三阁有这个夜险票吼，也阁有村呐。啊，官方是欢迎民众吼，你也当运用吼。啊，另外官方嘛强调，讲伫3月11日的中昼啊12点全面开放，5月甲6月吼一般票会有过就对了啦。啊，5月20日的中昼12点起开放吼，7月到9月一般的票会有过就对了啦，预购啦。啊，为了要维持啊这个观点的品质呢，买票需要指定日期，张处转票是550啦，优惠的票。是450人，每一间归位啊，八个张处来提供着单行的选择啊。五月初二开店了后，博物馆的现场嘛有开放吼，现讲买票一般票就对啦，并且以展览厅吼，诶，这个人流诶情形开放民众排队来参观啦，所有的票等拢未当重复来入场。吉利博物馆甲英国国家艺龙。共同来主办的从啊拉斐尔到梵谷的特点呢，想要吼啊展出对文艺复兴到印象派总共有50名大师，52幅的真迹哦吼，真正因为哦吼的原作，这嘛是英国国家艺龙将近200年来第一道伫台湾来演。
顺回来电验的，对啦。莫怪大家三只笑笑加呢。嗯，这人民到底话者话加啦，唔知影但是。啊，你五十名大叔啊，哦，五十名大叔啊，内面有五十二伯啊，啊，讲什么对对啊？对文艺复兴搞印象派安尼就对啦。哎呀，即个呢，听你印象派，咱讲实在，即个叫大家去看啦。印象派就是简单讲就是迄落。印象派啊，印象派啊，你啦，反正你看啥物件你看无啦，靠你印象去个安尼。但是我上爱看迄种的，就是即马，迄个其实问你即马足久以前都咧流行，迄较早有一段时间，你看迄有咧有当咧流行迄落，可能围着咱看无的，迄有啊。哦，你讲抽象哦，嘿嘿，对抽象吼，即个像爱毕卡索呀，但是毕卡索唔是。一开始就会做，伊一开始画，你看足有咯，素描啊，系啊，啊伊个基础拍啊足好了，才慢慢转换伊个画风，啊，行到迄个抽象的啊，对啊，所以有人咧讲啊，这是咧轻啦，唔是，你爱看之前的作品，对啦，哎，啊，反古这个人，咱讲真咧，伊是一个比较的英雄啦，英雄，哎，叫伊是一个比较英雄，伊。画图的时间无长啊，大概好十年啊，十几年啊，我看到台面上科啊，十年啊，十几年，伊创作的画图了对吼，你讲两千八个哦，啊，但是买啊，吼，我在做认真咧画，就像迄个红通安尼啊，吼，做认真画啊，红通差则差无起来嘛，是，啊，反古一世人到伊四季节目无吼，伊敢若未出一张图尔，未出一张，敢若未一张出尔，啊，迄张上还未，你敢知？上。黑雕公是因小弟啊，拜托人家买。哦，算讲个捧场啊，可以讲，可以讲伊个图啊，那有人买爱，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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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所以这个反骨伊画的时阵，伊个图完全无人欣赏嘞。啊，死了后吼，老来这图才开始突然间怎开始慢慢，哦，就怪迄个专家才过来啊。是，讲这个人咧画图啊，那图啊，那啊那啊，哎呀，都弄在。这个术家有当时也都好歹离婚，啊，有诶都无代志，伊安那因莫名其妙变成所谓诶世界知名诶艺术家了嘛？是，啊，有诶毋是啊，有诶是画规模，画个出一个名号出来安尼啊。因为咱台湾人对这个艺术这个物件，咱坦白讲啊，外行外老啦。你若讲叫伊逐工开偌济钱去食迄个好食诶物件，伊会开啦。啊，你啊忽然间一百步讲好啊，我要卖你一百万、两百万，你讲嘛多好啊，多好！虽然我看有个，虽然我嘛看出来，感觉伊画得足水啦。哦，啊伊嘛是反骨，听你讲嘛讲世界级有名。你讲要叫我开几百万去买伊诶图，我嘛买袂落啊。无迄买来咧创啥物啊？电错诶啦，意思讲我老原来有心，原来有迄个是资助。好啊，好呀，人买即个是咧投资诶。哦，对啦，对啦，投资。这个起诶，对啦，这个起。嘛，吼、哦，对不对？啊这反骨伊本身伊家己的迄个艺术的基础吼，我那拍了真水。哦，伊打开始的时候，阿边来图就比较他弄迄个加雷亚啦三种种，啊，伊打开始咧画我那类似迄个写实派的，对。哦，所以咧画物件，其实打开始是真水。哎，多加先围攻掉迄个毕卡索伊的画吼，伊抽象化吼。你真正唔捌的人，差不多大家看到，我这是你为什么换歌啦？简单讲。你今仔日你若骑脚踏车啦，你有法度人放双手啦，啊，伫遐咧骑来骑去转来转去，佮其他你啉饮料食物件就对啦。你绝对嘛爱对基础，安尼就是安尼两支一双手吼，安尼手吼吼，佮仔仔安尼骑起骑过一段时间，你甲我当放点啥？今仔日毕卡索要画遐物件，是我那比数别画有够侪，迄个唔知画几张去，哈，我都能展现出遐。伊个基础拍了够侪，阿潘古嘛是啊。咁当然啦，画人嘛讲远，啊，我嘛见面就个抽象画，有啊，你嘛当见面就个抽象嘛，用无基础问题，你抽象。啊，迄个小白吼，你名声造出来啊。你个抽象根本就无得，就是讲人咧讲迄个扎马步，无扎马步，迄个过程啊，就是做抽象个安尼，做拼图安尼，咁样讲啊。艺术这个物件吼。做派变革，做派变革，好，好来，感谢啊，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哈，来，金光哥随个倒上来。非常感谢咱今日用知识来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
今麦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新人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山家产品了，对哈。欢喜你多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好像是二十几档啊，用心许多，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二十多档也搁咧风行，经过三十档嘛是也搁咧风行，因为咱人的人体了对啦，构造了对，白天一直拢差不多伫遐啦。所以用心多，什么人叫好？十档后也是同款叫啊，所以许多山是非常值得咱用心大好来个处理的这个物件了掉。因为咱人的身体哦，食过这个物件是不得掉了哈，拢唔知道是好阿歹，唔是有杂质无，拢唔知道。所以接落去了，当咱讲报纸那报，哦，夭寿啊，什么人去做这个夭寿有咧红家？啊，农药是不，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吃到肚子来的毒素，我们都不知道吃到肚子来，所以就最近年纪啊，你敢不敢不注意吗？身体不调理吗？所以有人有的人哦，感觉说欸，我就四五十岁而已，我是怎么治疗高血压，是怎么治疗糖尿病，啊是怎么机能我肿瘤很多问题都产生，甚至心也不好，容积大，这都是体质老化，啊是怎么体质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侪了。这样，这真正吼，体质老化有影了吼，话咧吼。所以从许多更加着重，比如人啊，对啦吼。这保养的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啥？心灵代谢爱顺数。你开始机能这出问题，中间到底心灵代谢不会顺啦，过乱呢，乱呢就对，机能会乱。啊，乱了了，伊慢慢慢慢，一项注意，注意，机能一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你就带掉了呀。所以变啊，好，咱这人的身体、新陈代谢会损失，会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的对。咱现在工具许多山一旦制高价，咱路线比如大概拍电话礼拜。想不拢个，可能讲啊，你刚才讲，哦，我怎么吃着西多山吃一段时间了，对啦，迄皮肤继续水，体力继续有，精神继续好，从详细话，迄、那个新陈代谢会顺顺，皮肤那开水啊，那没顺顺，皮肤不可能水，咱讲熟悉了是安尼，好多人人看这个病呢，病那是有更强，我、哦、这人身体都有，病那是暗淡。脾气不好，这人心理上都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了，对。虽然进来用许多，但许多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的目的就是这所在了，对哈。所以以许多山这三边为主了，对。我的抵抗力一强，体态也好，哦，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那已经乱的人哈。啊，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也调整做上啊，就调整做上啊。以许多山这个为主哈，无论骨手、骨头，因为骨头咱就怎样吼，来训练啊，这是顶骨空啊，那骨皮骨肉那不一样。骨头哦，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啦，骨头是会怕的呢，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袂堪去行呢，袂堪去徛呢，袂堪去拗呢，安尼啊。啊，老大人啊吼，那骨头啊怕去了啊，就容易破，容易坏掉，坏掉的中间易破的对，所以这真重要。能够说做保养吼，和你介绍能够说合理的对。这金明的第二代，金明的第二代是美华制药集团吼，重新研发的对。哎，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这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一升温开关，所以佫无这种热工灯啊，热工的电灯啊，你做过程中间哦，升温也降低，所以咧，克服这个热工灯，包括在温度定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就对，以及叶黄素、叶米黄素这种物件，伊升温会保持较悬，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两点就对。无咱第一代咧做得好好，第二代升温较悬，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吃，对不对？这是美华制药集团诶团队去研发出来了，对。所以别的吃，咱来吃升温较好、较悬的金立平的第二代，吼、哦，感谢吼、哦。
稀落汤过长啊，长啊绝对要过好用，未使有先稀落，未咱未使有先稀落，稀落汤挂长做好用就无唔对了哈。我煲稀落汤血液，这个血液按无目，我在这里讲，大家跟各位讲个对。血液在咱的血经的流通，包括中年群的血经，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特工我就在吃，哎呀，你两粒尔嘛，啊暗时两粒，啊那上计时去中途去吃两粒安尼。足简单就是安尼就对了，啊，火力保持这个血液的流通，会迅速，未叫落去，较未塞的，塞在心中就好，无好，塞在食力，啊，塞在脑啊食力，安尼就对了。所以循环会迅速，这嘛真重要哈。一六千，我报一六千，保存给男士朋友一项尔，你无算，你无算，家己咧帮你家己知影，拍电话过来。给人叫保存的这个用户胃红素，胃红素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的物件。从细个见在种病，目睭会涩，头壳会咱晕晕晕晕，规工感觉晕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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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贫血咯。除了你感冒啦，感冒那头壳会晕会晕啦，哦爱烧啦，种种啦。啊，你若不烧，啊无流鼻水，可能不时就规工就当。咁啊，头壳拢未爽快，未清楚，伊就用啊，呢对，啊，无什么病哦，无感觉讲我倒无安那哦，干那只头壳未清楚安尼尔，有可能是血不够，欠血，贫血，所以风湿乱，那是有遮症状的人，只要你贫血的人，你食血红素，足简单就对，早含两粒，上计下到时啊，佮食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可能会当血会当有补充起来，好你身体好血。机能的运作个正常嘅物件，会红素。感谢吼，有啲我不了解，你这里拍电话，咱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嘞，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好嘞，啊，咱后边时间哦，听众朋友有啥意见要表达，咱来开放可以的电话啦哈，啊，要接电话之前呢，教练啊，有缘赶快啊，先甲咱周年庆活动，搁再次来甲咱做一个报告哈啦。来，咱信山公司周年庆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咱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十罐，独家上三罐以外，咱的当行挑选东莞十人分店主各一台。你要经欧姆龙血压机一台，经六七七七江南台湾啊，这一座人工密配一领嘛拢会当的。你要经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软骨素六十粒。咱这回要十罐的朋友，请你肯定咱经历六十粒。啊，咱若周年庆啦，过完山啦，无搁在安尼紧张啊吼，咱当好好把握啦。啊，另外个别五关的朋友都加上一关一关同款，咱伫周年庆的过程当中，你也当金关本坑第十关做精品。诶，信山公司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能不少三十粒。每个款的朋友，像你肯定马上经历三十粒呢，吼、哦，这机会难得咯。当然，你要个金丹锁把汤锅一支，你要个金保温杯一支，金白沙湾气锅一条，你要金大香的汤匙其他，你要个金无环剂的洗头毛巾一罐，无环剂的洗发精一包，拢总会用一，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啊！是感谢哈！啊，在祝你听活动，再看听众朋友做这个报告，然后叫的时阵，我来当上这询问，来挑选着咱公司间准备正使用的金产品哈。好来，阿边时间呢？啊，听众朋友无按预定啦哈，阿来要开干破刀的哈，那是有任何预定要讲，咱等下咱就来靠通我拜六时啊，帮我轻松啦哈，通过写你的话噻。咱的电话269-9456 269-9456，台南的电话阿华伯塔表那边卡，再麻烦加一个06哈，好来，应该先我记一下。
感谢啊，好啊，大家都无什么话要讲，也无什么议题啊啦，好啊，等下你来，有个事嘞，奇奇怪怪，咱来不断在顾问，好啦，因为咱你讲的时间，恁听着，啊，明天就放在表情楼啊，来，咱来接听可以的电话吼，啊，有王警官吼，咱电话啦，拍通，收机的啦，金毛细声，啊，咱听电话就好哈，好来，感谢、啊，你好，林有林，林两位好，是，好，大家好。这个选那个时候，因为你选了这些的啦吼，啊，这中国牌跟这个国中的家吼，真正有够可恶呢。咱过来提，因家那个和因家，和因家那个哥带些中国的鞋过来家去评价，就过来跟咱就过来个提因呀。那个好些过来，是因爸爸妈妈，是因的后生仔囝，是因的亲母亲翁。哎呀，啊那个。做人家提人家提不搞，做提人家不掉啊，都是来。我投票结果都安尼啊，好多。我见啊，林刚咱都甲国民党的公公习近平，我坐过来好难吃啦。你家中国人家吼，家的这国民党家吼，家你这个国党哦，真正有够苦，好苦。真正苦哦，对了，这个是民主，好，那是民主。啊，你这里好，你们不归中国的市民做代事。好 ，OK， 好，你好啊，好，来，我来讲，来，你好，嘿，小明啊，真好哈，哎，你好，这个吼，国民党啊，这个夏立言嘛，嗯，哦，啊，对于那边过来，啊，过来那边宋涛讲，啊，无法科办呐，啊，讲遐话拢听中国，无听台湾呢，啊，无法科办，你搁听无？啊，咱台湾起因七十几档啊，哦，因第一代、第二代拢权贵，拢做大官，啊，无了拢特权，嗯，啊，第三代拢娶中国新娘呢，嗯。哦，这真严重！我的亲戚，迄做啊真水哦，迄真贵钱啊，嫁日本人哦，一不六年前啊啦，迄要前后十年才摕到国民身份证嘞，迄日本安尼哦，真严嘞！哎，即嘛八年改六年，六年要改四年，啊，就看到迄两案啦，啊，就好因归来，啊，拜选举就免选啦啦，哎，新娘归来，啊，全部都稳倒去啊，啊，台湾人，即嘛搁一个小奶出来，这个。别十栋，即马变成小奶。我台湾人，咱选举有四十趴，他几个人台湾人，嗯、有这台湾的事，希望这四十趴，起有十趴就好啊啦，咱就机会出头片啦。我再有机会啦，四十趴的爱台湾人，起有十趴都快出头片。来，哎，你头压激动啊你啊！阿曾耀林，讲你的教授，什么教授？我向未记得，无九点开始讲啊，九点半。哦，赵忠义。啊，细三位啊！你讲赵忠义老师，赵老师啦吼，伊讲伊站在学生时代，拢接长啦，老松国小就开始接啦吼。啊，接是变哪？我永福国小五十一年组，这就是男女合班，花少甲查某的上尾啊一班啦。五十二年次开始的男女合班啦啦。我想讲，这个六年八班一个蔡丽花，一关英国国小的哦，嘿啦。先接麦哦，不是用吹啊点名呢，他们三下嘛扣了安尼，啊，阮高班的阮迄个老师姓李哦，迄个大机的诶，迄个算盘，不是安尼，大家说，你这做大机的，啊，另外一边是耳朵器，迄个放啊耳朵器哦，啊，用安尼镜头啊，迄个观察器较无费劲嘛，论来了哦，迄配是。想要看到军呢，大家哀悲叫无安尼，阿会就是走会晒出来啊。好，来阮到建兴了，阮建兴迄班也是上好班，上好班就考入去一中的，有哪有教最当的，我年年都用读出来啊，然后，迄是动作高啊呢，迄你若升一班哦，一班二十五班哦，我用皮为一班皮啊，甲二五班个皮等啊，所以你讲爱的教育噶。哎呀，到尾一中考到医生，有够多有够多，所以爱的教育也是严格的教育哦，黑龙就白讲，感恩谢谢。好，谢谢，好，感谢啦，好，来你好，嘿，哎，你好，哎，你好，老哥你好，哎，好嘞，可以，可以，欢迎欢迎，来欢迎欢迎。刚刚哦，咱台湾即阵啊发生的代志哦，因国民党诶，当初伫中国大陆，然后拍输走来到台湾，共产党伊用的方法就是内耗，国民党赶快用一波，伊个内耗咱台湾的资源，和咱台湾拿来拿去，搁有民进党大概选举拢讲要求中间选民，即款发生的代志，台中也好，台人也好，你咱民进党政府若无办落彻底。
现在官民看到大家都会感到害怕，现在中间官民最大的机会到是甚至连咱像咱这像阿清大哥讲的，咱这同温层的围着看到会害怕的啦，对不对？中间官民才有可能去支持你民进党政府，是。所以我是感觉民进党政府既然咱好加在咱总统，哎，好加在，他立委还是只有失去足多，你代志若无处理好，我咧想两年后还是怎个选举，若要搁客转来，我那爱作病。是，哎，这是我哎个人的感想，好，大家参考，谢谢。好，多谢，感谢哈，哎，哎，你好，你好，讲是大家安尼讲啊。你啊，一个人哦，年纪不加进去，以为讲国民党来这个算哦，在讲说哦，你又无法所谓啊。哎，就大家咧讲下落去，你啊这样子当，这样子当，开始国民党的主要委员在讲，哪有可能伊来听？啊！就看人家支持者呐，伊来连连讲安尼讲，嘛不一定啦。因支持者，迄当时邓林出来做立委的时候，嘛不一定讲叫伊来甲台湾卖给中国啦。啊，看因即摆看人家因看的送未啊，未送未卡。系啊，卖就卖，无会啊。啊，你都邓邓票邓输人啊，无你咩啦？讲都在讲讲，你人未邓，我别叫我搞运动啊。是，好，安尼好哈，好。啊，那是绝对的啊。对啦，对啦。刚开始你个不够重要，没预备啊，将来那边叫啊。好，安尼好，多谢啊，好，感谢。哎，今麦在打选了国民党甲民众党系第一啦，有看无顺的拢来啦。啊，无啊，多啊，登书人啊。啊，你都想健保哦啊，那个不在是投票啦，国民党是投票部队啦，那算嘛选落赢因啦，上下因啦吼，咱那健保会吼都咧无够开啊。当年都就爱叫的啦，吼、哦，都爱国家啦，吼、哦，国家啦，咱那么下叫的吼、哦，啊，习近平这么气要怕，咱是敌对的国家呢，吼、哦，啊，你这款啊，国支持因吼、哦，啊，这台湾人实在讲的较歹在戆啊，白啊，白丁啊，是，啊，一定爱甲冻起啦，袂那好过啦。那个冻好掉，袂冻好过啦吼。这冻啊，用个食醋炒菜啊，用别人转头讲过嘛。啊，佮出一个迄、那个迄、那个瓜冻的吼，表面上讲伊是大牌，啊，讲就好歹听啊。迄、那个工作班变变不看变冻个，对啊，变冻的，哎呀，真个冻啊。那有时看咱的迄个政府本身行政管的部分看我多，啊，你看恁这少年的，讲恁拢是只瓜冻的，啊，即马冻起得出来，含国民党什么差别啊？啊，恁爽啊啦吼。啊，好来，先讲过啦吼，来感谢啊。啊，特别可以呢，哈、啊，总是有几位啊，咱的这个这听众朋友哈，啊，种买时段哈，好，我咧讲话拢足激动，安尼就对啦，吼，免激动啦，我跟你讲，打算几万年啦，这个的话，伊的心态有无？哈，心态哈，适当的啦，嗯，有适当的时间环去辨别就对啦，哈、啊，好加在中央执政权，咱那个有保存条咧，哈，啊，就时到因啊，通过一寡古老笔数的法令，啊，咱看中央这边才挡得掉啊，未嘛？我多加听听，那个插把是安那样啊？这样就不了解啊，冻未定的话，万能万谈啊。选举就是，这叫做民主啊。对啊。哦，这叫做民主的选举就是安尼嘛，吼啊，所以咧，那些激动啊，恁伫厝内真正讲话拢安尼讲啊，我唔相信的。放下轻松的，放下轻松的哈。啊，至于讲这个瓜冻吼，我确实唔知咩讲。其实我对国民党足讨厌，但是我对国民党是看不起，是哦，一个是讨厌，啊，一个是看不起，尤其是迄种原本讲个台叫做大牌，啊，但是煞走去国民党来，变来做本区的迄种的，嘿啊，迄真正上我足看不起，我点两个都啊，一个陈昭之，一个柯中信，这两个我足看不起的，是啊，那个人。差不多是安尼啦吼，这国栋这个栋，咱甲看伊是无作为啦，但是伊有一个行为，就是安那，我就是要甲台湾，甲你国民党打甲你。